给我来100块钱全点菜，老板。这么豪横吗？我吃不起吗？还这么豪横？我怕你是吃不完。我们家存点菜，这虾是5斤左右，就这样一小撮，用清水洗个2-3遍，然后泡个15分钟，就能泡出这样的一盘子。这样也不贵，一箱就10几块钱。这么便宜啊？对了，就这么便宜。我给我整一箱。下方小黄车。